奶茶店里一天能卖500杯的经典奶茶，原来这么做，先点赞收藏，以免用的时候找不到了。那这里用到了条形紧锁的蜜香红茶，它非常适合做奶茶，香气比较高扬，还有带有回甘。然后呢，在95度1500毫升热水中加入50克的红茶叶，我们把它搅拌一下，使茶叶呢完全浸泡进来，盖上盖子闷泡12分钟的时间。中途呢可以把它搅拌一次，使茶香更加浓郁，更易溶于水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在容器里面加入300克的宁法式风味粉。它也可以使奶茶更加的香浓。把茶汤过滤到粉中，然后呢，我们快速的把它搅拌均匀，让茶汤和粉完全的融合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再加入500克的冰块，把它继续的搅拌均匀。那这一步呢，也是为了使奶茶快速的去降温锁香，更易于保存。那这样一份大桶的奶底就做好了，我们在门店可以根据销量情况去同比扩大它的比例。那出杯的时候，只需要在杯子里面加入喜欢的小料，然后加入糖量和冰块。最后再把调好的奶茶底倒入进来，这样一杯快速出杯的经典奶茶就做好了。我是海鸥，关注我，持续分享实用的茶饮产品教程。